抵制日科，日资冇运咯。啊，买日科！啊，买日科！日本买到就出晒位，内地同本港啲保钓人士紧抹面啊，齐齐示威话罢买日科。金云唔使开炮，先喺经济战略层面还击。日本对中国出口大幅下跌12%，证明今次中华人民有决心啊！内地传媒都爆，同志们都向游日说不。北京、上海有退日团潮，广州停爆埋添啊！而日本呢排靠内地金主救市，旅游业今次冲击大咯。多得我而家系大结局咋？就算有哆啦 A 梦，日系车喺大中华销量都要跌。丰田喺八月销量下跌15%，其他日系车厂销量都齐跌啦。唔止啲波波车噶，家庭电器都冇运行。啲已经掉紧盐水嘅日系家电企业，销量都几成咁跌。进口日本家电都多嘅国美电器，随时就俾啲日货拖落水啊！而内地电器好似创维可以咁，就有机会乘虚而入。啊，啲疑似日本风嘅公司，利润都湿滞啦，好似未签吉之岛，个个都觉得系日本嘢，抵制下在所难免啦。已经黑过墨斗嘅 IT 都有卖日牌，就算有非日牌卖，都俾人标签咗啦。喺内地已经唔好景，再俾钓鱼台搞搞，唔谂计洗底都唔得啦。